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许。那今天君呢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新合作系列的炼技素材哦。这个叫做比格蒙哦，蛮丑的。这个不知道是你这一个系列里面的什么东西啊？如果知道的人的话，可以补充一下，因为我是没有看啊，不好意思。哦，那它就是光之巨人系列的炼技素材。那一只的话就是15万一只哦，到时候行商要塞，你可以买60只。基本上合作系列都是这样子哦，你就可以买这个去练技，这样比较快啦。不过60只的话，应该只能练个2只哦，3只应该就比较难了。哦，2只满技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优先去练你比较想要先练满技的角色啊。通常都是以大奖为主啊。哦，那再来的话，它可以开放呢，以斯芬克斯来兑换这个比格蒙哦。所以如果说你有很多斯芬克斯的话，那就很好，就可以拿去换这个来练技能哦。应该都有囤斯芬克斯吧？因为我自己是蛮多用不到的斯芬克斯的哈。那主要就是这样子哈。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。那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右下角按个喜欢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了，拜拜。